练的辛苦是所谓的态度，别人追求是无止境的金钱，我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。辉煌的冠军只想向世人展现，人类在自然条件能够不断的突破极限，如同普赛等涌泉寻龙鱼，想向世人展现在自然条件下内涵的小分子基态能给我最大的养分。我要让世界知道台湾有一个运动员如阿诺般的渲染着世界，让不懂健身的人也沦陷。我将让健美这个风气在全球蔓延。 Persist Nature, Pursue Poseidon。